和味方的热干面筋慢慢煮了三包，多泡了一会儿就发一大锅了。现在有官方补贴活动，17点9到手肉包再加肉包酸豆酱。 这是炒饭，姐姐们，这个是外婆菜蛋炒饭，这个是辣椒炒肉饭，前面那个是腊肠蛋炒饭。
想太久了。泡椒牛肉河粉，饿家的火山石烤肠，你们吗？我烤的是黑胡椒味的，现在有活动，36.9，到手45根，特别好吃。
杯南瓜牛奶饭进门嘛，就是我把那个杯杯南瓜饭里面放了些牛奶，神仙吃法，你们可以试一下，真的好吃。在家里买的，现在用牛糖，加的是这个高钙纯牛奶，欧德堡的，这牛奶挺好喝的，真的好吃。味道非常 nice， 这个牛奶还蛮好喝的，原生高钙的全脂纯牛奶。